那我们在搭这个不需要用登山杖撑起来的杖的时候呢，首先就往杖摊平，然后呢短边先上去 ，OK， 这边上一个短，这边上一个短的，那边上一个短的，对，上上去之后呢，一样就先钉一钉。这边也是一样，就先上去。好，这样子呢，它就会被固定在地上，风大就吹不跑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？我们跟他站点要撑在这边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两种方法，一种方法是，我发现他长在哪一边？这里的位置。哦，好。我们可以先撑上来，大概抓这个在哪边？好，这个大概在这一边。OK， 好，那我就从这边。但是他现在一定很不稳，他一定会倒，没有关系。我们先抓到我们要插眼睛的地方之后，这个就先给他放上去，没有关系。我们就在这边钉一钉 ，OK。因为如果说我们不把这个距离量好，我们就先钉，如果钉得太远的话，这边就撑不高了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呢？我们可以直接，如果说你搭熟了之后呢，就大概先抓一个距离，大概就上了一半的距离，大概这一边就把这边拉过来，这边钉一钉，这样子也可以，就是要留出这个分量的意思。OK。当这边插上去之后呢，这边用起来它就会撑了。好，一撑了之后呢，我需要一条长绳。好，这边呢，这边打双套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绳子够长的话，我们就抓中间，然后从中间做双套，这样子就有双，这样就有双会更紧。但是我们拉2.5公尺，如果我们撑高一点，可能就不太够，就是要去判断我们绳子够不够。好，那以这个情况，如果风没有很大的话，其实单独也够。对，因为我们等于是有4个撑嘛，所以单独应该也够。我们就把它放上来。然后这边，好，那这边就搞定了。那接下来就这一边，那也是一模一样，就接下来就在上。好，就是我们刚才的顺序是。先钉长边的两端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呢，就先抓一点距离出来，撑登山杖，然后登山杖用好，然后再用另外一边，这边再这样子用，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弄起来。这样子的话，应该用坐的话，你光是这么想，坐三个人都可以，对，坐三个人都可以。然后呢，我爬山的话呢，其实我现在不管什么行程都一定会带一个像这个东西，我一般的话，就是那个有名的那个蛋壳碎店的那一家，头一家做的，最后专门做的坐垫，我不管坐哪里都会带。那尤其是在高山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带。高山的时候大家休息的时候，如果有下雨的话，就能坐。
铺上这个东西，你就可以做，就可以做的比较舒服一点，而且它可以隔绝寒气，对，因为它就是睡垫嘛，那它就可以避免我们的体热被那个地气带走，所以说这是一个方法，大家可以参考。那这个东西大创也有卖啊，那实际上卖的是比较火炮的嘛，做久会塌掉的嘛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很多很多东西都有代替品，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要怎么来做，让我们自己在山上可以过得更舒服。那这个是用登山杖来撑，好，顺序，我觉得这个顺序很重要，因为我们在这边没有风有雨，如果有风有雨的话，会变得比较复杂的，因为你在定的时候风一吹也没有，所以说一开始一定很快就先定两个脚，让它定住，然后再拉第三个脚。如果风大的话，我登山杖是最后用的，我这边距离。预留份抓出来之后，又再先定那一边，然后再定这一边，然后跟他再扯起来。对，因为这样让你先用，有可能就会打掉。对，所以最快的话就是这样，先定四边，只是在定这边角度的预留份一定要拿出来，不然跟他当成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就是用登山杖做出来的那些纸杖，也是一样，我们这边是用搭平的，就变成盒子杖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如果两个人有四支杖，这个叫做。因为你这边会用这样做，我这边没有事，对，就是再用两个单杖。所以说呢，以我的观念来说，我常讲的要带外杖，带外杖，带外杖就包括登山杖，对，就包括登山杖。外杖组是把登山杖包含在外杖组里面。那外杖组来说，就是有杖，有至少四条，这个我们这个配置4.5公尺2.5公分是最基本的配置，我觉得是这个样子。当然，我们在山上做东西，我们的装备越多，就越好做事情，对不对？但是装备越多，越重，所以我们要取得一个平衡点。然后装备少的情况下，要怎么来克服？